爱很棒。安迪呢？他让我看到很棒的事情。炎亚纶一言不合就退群，淡定笑谈中国封杀，用爱看世界。小编想问炎亚纶，今天早餐吃的是台式还是美式嘞？三号他在脸书问了大家，你喜欢台式早餐还是美式？只要不是蚂蚁上树都可以。结果啊，中国小粉红一言不合就出征，发布时间不会选择在配婆取台的第二天早上，但凡有一点点在乎大陆粉丝的感受，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点表现得兴高采烈吧？哎呀，谁不知道蚂蚁上树是四川名菜呀？然后发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难怪汪东城不喜欢他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在此。附上我大言批的某日点餐：卡拉鸡腿、QQ 地瓜球、尾鱼蛋饼、热狗、美式咖啡、大杯热的红茶、特大杯冰的无糖葱抓饼、奶茶大杯冰的五分糖奶油吐司。没错，这就是我大言批的度量，微博粉丝数也是number 1哦。还有我退群组的事情。对了，就在早餐完之后，炎亚纶被自己在2021年创立的服饰品牌切割，甚至呢有粉丝试图帮他表态，把群聊名称改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然后炎亚纶就硬起来退群了。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退不下去。来吧，退群中。之前在没接触炎亚纶之前，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就觉得他很有距离，然后很容易会惹他生气，就很怕，因为感觉他是很直的一个人，所以在座的人都是这样认为。那你要怎么看？没有了。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跑跑跑跑。